有有。我就想人民太伟大了，没有啊，大家经常都会有一些看到自己可以尽力的地方，我想大家都会愿意尽力这样。我知道你要问我参选的事情，那因为每年选举我就被提出来。那么今年比较特别是，已经有两方的人马来找我了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困难。那么可能会自己花一点钱，或者是用什么方法做一个真正的民调。那如果民调出来发现，哎，没有你想象中自己那么有机会的话，这样大家都没有遗憾了嘛，对不对？就不用一直再来找了。明姐自己比较属意哪一区呢？我住中山区嘛，那我工作在内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很喜欢去文山区，因为它有很多的去文山区都是去玩的，那也有很多朋友住在文山区，所以我觉得对什么区域我倒是没有特别的想法。那很简单，就是现在什么时代了，就是进行数据分析啊，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机会大家就都不用说了。因为文山区有一个很强的赖世宝啦，所以会不会觉得文山区比较艰难？我相信哦，没有什么区是躺着就可以选得上的啦。不然你告诉我啊，我赶快去争取。